OK， 大家看到啊，这个画面应该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应该知道了哈。太刺激啊！但这期就是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是更可来更可去的。那我现在不管了，你们就这样打没关系。气死！反正这期没更可真太无聊了啦，一定要这样互来更去啊，啊不然你也不知道在玩啥。你们玩这种游戏齁，没这样更来更去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要不然就参与活动啊。我不看英雄了，我觉得太累了。我现在反正我现在就抽一个工会，直接开打。但我可能会抽工会的，都有开造型的啦，所以大家想要上榜的话，就是直接开造型出来，我让你上榜。哎，不要乱点啦！没有，我没有办法放进，冰封的宝藏，这个怎么要出来啦？烦死啊！哦，我就在战马了，每看一次我就要看一次，我不管，反正战马你每出一次我就看一次嘛，对不对？